为了台湾上当兵和清洁党之前福联国社，即将来举行毕业典礼。福联国社今年毕业典礼延续传统特色，不过今年阁增加小铁人挑战，毕业生必须完成骑自行车、路走、独木船、唱水，最后要证到五米深的海底领毕业证书。这项挑战嘛，予毕业生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台湾上当兵，号称基当之册福联国社，伫即间举行毕业典礼。福联国社今年毕业典礼除了延续进入海洋特色传统活动，今年阁增加小铁人挑战，毕业生必须完成骑自行车、路走、独木船，最后阁唱到五米深的海底领毕业证书。这个挑战嘛，予毕业生终生难忘。这次的毕业典礼经过了这么多的挑战，让我非常有成就感。要骑脚踏车啊，又还要跑步，然后跑完还要来划独木舟，然后再下潜拿毕业证书。我觉得这次的那个毕业典礼的方式很有趣，因为是小铁人嘛，然后就是因为第一次用这个毕业典礼，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辛苦，但是呢，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一早自学校出发，沿着旧草岭宽纵线骑自行车，将近20公里到台湾基当点、基当公园，接着来路走将近3公里回去学校。虽因为海上无加取消独木船，社区海化顺利，不过毕业生依然通过各种考验。由校长伫海底颁发毕业证书，以及代表福联冒傲精神的勇士奖章。除了我们原本的海上活动，包括独木舟浮潜、放流还有躬身下潜，到海底拿毕业证书之外，我们今年另外再加了自行车游、旧草岭环状线跟路跑活动。那我们这些课程都是除了技术之外，也要非常的耗费体力，所以我们在对小朋友的课程我们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原本每个礼拜五有幸福晨跑，从原本的3公里我们拉长到5-6公里，那也会利用假日带学生去爬山，那还有登合欢山的一个相关课程。那我们也聘请那个专业的讲师到我们学校为我们小朋友上自行车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也利用蛮多时间有加强一些训练。那同时不只要把学生的技术提升起来，也要让他们的体力也要能够负荷这样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体能挑战。那今天我们会来参加他们一个横渡马澳湾的一个活动哈。那今天小朋友7:30的时候，他们已经先去骑脚踏车哈，然后再去长跑，然后接下来回来之后还要去游泳跟划独木舟哈，然后最后还要潜下水去跟校长领毕业证书哈，是一个非常那个精实的一个毕业典礼哈，也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传统的哈，所以那个很多校友回来了哈。那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年福联国小只有2位毕业生，学校特别邀请了各中、下中、学姐来陪游，象征因领毕业生迎向全新的阶段。而且无同以往，将毕业证书阁奖章放伫海底，今年阁增加自行车阁路走活动，除了增加挑战性，嘛，予毕业生留下难忘的回忆。记者陈玉伟共聊报道。